今年暑假 Xbox Live Arcade 游戏卖场准备了多款游戏，要玩家痛快玩得过瘾。虽然这几款游戏都采付费下载，不过游戏内容一点都不马虎哦。不管是首次支援双人合作冒险，并以45度视角进行的罗拉卡夫特光明守护者，还是在水上尽情超高速狂奔的闪电冲锋飞艇，让玩家大呼过瘾，或是强调团队合作大乱斗的动作格斗游戏周一夜混战，以及首款支援6人连线合作闯关的恶魔城绝望协奏曲，与独特剪影视觉风格表现的动作游戏 Limbo 等等，都会让玩家大呼过瘾哦。其中恶魔城绝望协奏曲更是全系列20多年来首款支援6人同乐的作品。游戏中有历代恶魔城系列的人物角色，包含莱须苍真、夏诺亚、强纳森、夏洛特、阿鲁卡特等等。玩家能在一个以 HD 高画质的恶魔城地图闯荡，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前进，一起打倒把关的超巨大头目，要彼此合作或彼此妨碍都可以。原本一个人玩的恶魔城，现在却变成6个人连线玩，乐趣大不同，很值得期待哦。